Ma quella vita这是我该吃了的，我这是没有吃的。该这东西粘着我的手喽。OK， 我开玩笑了。由于那天我心情很差，
所以我就决定我不要露脸，然后我就直接拍那个影片。所以呢，我就很努力的剪那个 straw，我就一直剪，一直剪，一直剪。然后我的表弟决定过来帮助我和他的排球、足球一起来帮助我，真的是非常的有用。然后呢，我就要调颜色了，因为我要弄那个 crayon，要去调色，然后加白巧克力，把它们掺在一起，然后再放进冰箱里面冷冻，差不多5个小时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就弄了很多不同的颜色，青色、蓝色、紫色，总是彩虹有的颜色我都有。OK，其实没有很好笑，我也不懂这么我。觉得很好笑，然后呢，你就要挤进一个 bag 这样的东西，然后再挤进 straw 里面，然后再敲两下，让它变成一个 cylinder 的形状，然后呢就好啦，我们就拿出来。还有我的表弟，of course，还有他的排球。然后呢，就开始弄 glue 的部分咯。glue 就是把里面的内线全部拿完出来，然后再去把它的那个 tube 洗干净，这样，然后。其实我真的是浪费了很多 glue 啦，然后这些 glue 我也不知道怎样处理，所以我就这样子包。就我在洗那个里面的东西，因为它里面会有很多 glue，然后如果你吃进肚子，你会死掉。所以为了防止中毒身亡，所以我决定洗差不多2个小时在那边。我真的洗超久，我没有开玩笑。Yes，我表弟在玩他的 Zoom 功能，很明显吧，他在研究一些新科技。这东西真的是不是一般的难洗哦。然后呢，还有哦呀，我的表弟好可爱哦，哈哈哈哈！我非常的开心，真的，我真的洗超久了，这里有一个 proof。我就去闻它的味道，因为我希望它不要中毒，所以我闻一下有没有 glue 的味道，没有的话就应该是可以用哦。然后呢，就到那个 sugus 的部分，把那个 glue 整个插进去，然后就会有 sugus 就会变成圆形。直接一次过插3次的话呢，它里面就会有3种颜色，我觉得很漂亮。Oh my god，我觉得超美的，开没有开玩笑，我真的觉得超美的。然后呢，在这里我就我还做什么呢？真的很多余耶，到底在做什么？然后这个是我不小心对到我的 front camera，然后我就弄到我裤子整个都是色素，耶！拜拜。OK，大家，下一次的 ASMR video 一定是会很好看的。这次我真的是第一次，然后我不懂 ASMR 是要用很专业的 mic 才会好听，然后我就用了10块钱的 mic，所以呢，我下一次就会用。这个麦就是我的表姐他们送我的，下次的 ASMR 就会很好听，所以，哦，还有那个漏风的声音，敬请期待。